唔好意思，輸咗單 case。我仲以為你兩個好有默契添，仲話係拖人。唞下飲杯嘢先啦。 系咪打完场官司就搬入嚟住啫？边个话要同你一齐住噶？边有女人唔同老公一齐住噶？咁等你求咗婚先。 两个人嘅感情成熟之后，婚姻系几乎每个人都会考虑嘅问题。迟迟唔提出结婚，往往系害怕承诺。你自己睇睇，究竟有几多个错字？而家呢单 case 去到咁嘅地步，应该点办？虽然话做男人要有风度，不过讲到原则问题上，我系绝对唔会让步。 点啊，咩事啊？哦，冇，想搵你食饭啫嘛。我今晚唔得喎，我要做笔客喎。咁唔紧要啦，好啦，拜拜。我一个人唔会随便承诺佢啲乜嘢，一旦承诺咗，就保证要做到。 爱一个人，会无时无刻咁关心佢。爱一个人，就想俾最好嘅人。Cheers。 点啊？谂住几时搬入嚟住？ 又系咁。
嫁俾我。爱是一种承诺，不需要经常挂在嘴边，而是用一生的时间去守候。有些男人不会成日将个爱字讲出口，不过他会令你感受得到。